那讲到国防这件事情，我们要带你关心总统赖清德上任后，今天头一次到台中的成功岭去试导一年期的义务役新兵训练状况，也强调今天受训所做的努力都是为了保护国家安全。我们今天所做的努力，通通都是为了台海的和平稳定、台湾的安全，还有我们民主自由的制度，以及经济持续发展。让台湾的进步跟发展也能够进一步的带动世界的进步跟发展，台海和平有利于世界的和平。好，只是大家可能不知道，军方他们今天还准备一份惊喜礼物，他们特别找了赖总统当年在成功岭的捷训成绩单，在基本教练、战术等项目都获得优异成绩，射击更是拿下了100分的满分，是以89.63高分来捷训，等于用赖总统的成绩来鼓励现在我们的国军。Hello， 我是李明瑞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